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介绍股份啊，中国交通建设中交建啊1800啊，股份本身咧就好耐都冇炒过，连埋其他嘅一啲铁路相关股份啊，咁啊大市畅旺咧，今早都见到咧铁路相关的股份咧有资金追捧，成交有异动嘅，加上咧中交建的附属公司啊，上海振华重工啊喺上海上市600320啊，咁就同阿布扎比嘅公司咧就签咗一个叫做自动化码头总承包的项目合同啊，总值咧都成1.7亿美金啊，咁啊附属方面有大单的时候咧，当然对母公司咧亦都有一个帮助啦。见到中交建咧过去呢个半月咧喺大概10蚊位置已经打好晒底啊，只待成交突破就可以上扬。建议现价买入啊，先睇上望嘅目标价系11.5，如果跌穿10蚊的话咧，就做止蚀嘅。